这款蓝牌奔驰斯宾特才是真正的上位一格，上车都要踏三步台阶，寓意步步高升。只要是身高不超过1.9米，在车内都可以直立行走。不过有一点我要说一下，一个商务车内饰弄个爱马仕橙色，大家觉得合适吗？我觉得非常合适。黑色外观，橙色内饰，高贵典雅，雍容大气。乘坐区奢侈的给你配了两张顶级奔驰专用航空座椅，零动力设计，坐在这里就一个字，舒适。如果嫌它不够舒适，后方还有双人大床。奔驰主打的就是奢华，小提琴样式星空顶配合两侧电动白色窗帘，氛围感直接拉满，前方隔断给整个内饰加分不少，把驾驶区和乘坐区分割开来，私密性更好。电视一键升降设计可以更方便的与司机沟通，提升互动性。两张隐藏翻转座椅功能很单一，只是简单搭个脚而已。别再选海狮和考斯特了，没钱咱买 GL8， 有钱直接上奔驰斯宾特。新车178提村长优惠送到家。